主料，控菜排4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生抽、蒜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控菜排洗净，切成段，蒜头切粒，热油炒香蒜头，倒入控菜排大火翻炒，加入适量的生抽，盐炒匀，炒至菜熟入味即可，装盘上菜了。烹饪技巧，在选这种菜时要注意挑选嫩的，要是挑老了就不好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